Baby, it's just you and me now. Stay up every night. We don't ever need to sleep. Now you got me feeling right where I need to be. Baby, look, guys, show me that you need me. Yeah,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you lately. Girl, I know you want to. You can always slide by my place. You got my heart burning up, babe. Every single time that I lay my eyes on your face. Yeah, I'm falling for your body and your mind too. Forget the past, we can leave it all behind you. I won't let you feel alone again. I won't let you feel alone again, no.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徐，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的视频来跟大家分享就是一期大衣的合集视频。这期的大衣我不说全部，我觉得大部分都是比较适合小个子的，因为我其实从九月份就已经开始买大衣，买到现在，这也是为什么这期视频现在才出出来原因。因为我自己大概退了有十几件大衣吧，现在对于小个子太不友好了，买大衣就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些比较适合小个子大衣，所以说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下去吧。第一件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自己最喜欢的这一件黑色的大衣，这件大衣真的特别的适合小个子。如果你是想买一件那种不是特别的长就穿着特别显气质的大衣的话，我真的很推荐这件衣服。它穿着好像是到我的小大腿那个地方吧，就因为它这件衣服是一个很经典的这种翻领，然后是一排扣子的。它其实设计比较简单，它这个袖口呢是这种灯笼袖的袖口，然后呢腰间是有一个那种腰带的，就这个腰带你可以把它系着，它是可以调节长松紧长度的嘛，就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穿着的话你可以底下搭配那种骑士靴啊，或者是马丁靴，都是很帅很酷的风格。或者是你可以穿一条那种小脚裤也是很不错。尤其它这件衣服的面料呢，因为我自己已经穿了很多次了，就最近长沙天气呢我都是穿的这件衣服，它也没有起球的情况。它这个面料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不怎么容易起球，也不怎么容易粘毛的。就这个大衣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然后呢我还买了一个黑色短款的一个同款，就我买了一个长款嘛，其实他们家的设计都是差不多的，但这一件长款对于我这个153的小个子来说就有点太长了，穿着是已经到我的腿下方了，小腿下方就有点那种拖沓的感觉了，所以说这件衣服就只适合高个子的姐妹穿，所以说小个子是不太合适穿这一个长款，我就更推荐你去入那个短款，还挺好看的。第三件呢就是这一件亚马逊的大衣，这件大衣呢它的价钱是最贵的，是花了700块钱。这件大衣应该是我这一次买的大衣当中，也是我之前买的大衣当中我买的最贵的一件了。它是一件双面呢的大衣，这件衣服它的版型真的特别的好看，我觉得穿在身上就是那种很显气质啊，很有气质的那种，很有质感的那种大衣吧。但这件衣服呢我之前是买的一个 XXXS 嘛，我买的是最小码，但那个拿到手以后它就是这个手的这个地方会有一点点不太舒服，就你这样手提着的话它就会有点紧嘛，然后我就去换货换了这个 XS 嘛，这个 XS 码对于我来说也是比较合身的，就它穿在身上的话刚刚好，就不会大也不会小，然后呢它这个发货速度我觉得还挺喜欢，是比较快的，如果大家喜欢呢也可以去入。它这个版型的话就是很正的，前面是这样子一个翻领的设计，后面呢还有一个这种腰带，其实这个腰带我自己也不太会打，但是我觉得穿在身上还是比较百搭的一件衣服，如果你是职场的姐妹就可以入这一件。第四件大衣呢就是这一件米信色的大衣，这件大衣它的款式呢其实有点像我之前给大家推荐的风衣，它就这个样子的，它是一个那种大翻领的设计，然后呢它是有两排扣子的，前面呢还有一个这种防风领，后面的话也是有一个这种防风领的，腰间是有一个腰带的嘛，然后它的袖子呢就做了一个这种收褶的处理。其实这件衣服穿在身上的话是比较适合小个子的，它这个面料呢我看了一下是双面顺毛呢籽料，我也没听过这个面料，但是这个面料摸着手上是比较舒服，我自己是穿了有个两三次，目前为止是没有起球，到时候我也后期跟大家摩擦一下看到底会不会起球。就我觉得这件衣服的话比较适合小个子，但是它会稍微有一点点薄，所以说如果是冬天穿的话就需要在里面多穿一点，因为它这件衣服是稍微宽松一点的，然后呢就是会有一点点小线头，因为它这个衣服的话是那种稍微拼接一点的款式。第五件呢就是这一件米色的大衣，但是这件大衣呢它是一个短款嘛，其实这件衣服和我刚刚跟大家分享这一件米信色的大衣它是一个那种同款的
同一样的颜色，然后一样的款式，但是它是价格不一样嘛。这件的话就要稍微便宜一点。它这个面料的话其实摸着是差不多的，就是那种很舒服的面料，穿在身上的话也是那种宽松的版型。但这件衣服因为它是一个短款嘛，所以说对于小个子是比较友好的。就是它这个面料的厚度的话，对于我们来说，对于长沙来说的话，现在这个季节穿还有点点太热了。如果是到初冬的话我觉得还可以，如果你是天气再冷一点到零下以后可能就 hold 不住了。但这件大衣的话其实质量还挺不错的，我看了一下也没有什么线头，它就这个样子。第六件呢就是这一件大衣，这件大衣呢它其实和图片是有一点点差别的，是有一点点色差的，但我觉得实物的颜色会更好看一些，大家就直接参考我这个颜色就可以了。它是一个那种台绿色，比较复古的一个颜色，然后它上面的领子呢就是一个这种大的翻领，加上这种门襟上面呢是这种牛角扣的样式嘛，我觉得也是比较学院风比较好看的。它这件衣服穿在身上呢对于我来说是稍微有一点点宽松，所以说它也是比较遮肉比较藏肉的一个版型，但是呢它这个袖子的话对于我来说会稍微有点长，所以说如果大家不喜欢那种长袖子的话就比较屈辱。它这个面料呢也是比较舒服的，和之前跟大家分享的这两件衣服的面料是比较相像的，不会那种摩擦，然后我穿了两次也没有起球的情况。这个衣服它这种面料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不怎么容易起球的，就是它这种会有一点点薄这种。第七件呢就是这一件红色牛角扣大衣，其实我去年的话是跟大家分享过一件红色大衣嘛，但那件大衣呢它有一点点太大了，然后我这次也是买了一些，就最后留下了这一件。这一件的话我觉得它是最合身的一件，它这个呢也是一个我买的是最小码的，这个颜色真的还挺好看的，就是那种比较复古啊比较显白的一个白一个红色。它前面呢就是这种黑色的牛角扣，其实这种牛角扣它相对于我之前买过的那种牛角扣来说还是比较有特点的，就是那种稍微带来一点点复古的感觉。它穿在身上的话就是长度对于我来说是刚刚好，到的就是到我的小腿上面一点点，大家里面就可以穿小白裙啊或者穿那种格子半身裙都还挺好看的。但是我看了一下评论好像会有一点点起球，就现在没有起球，等我后面再跟大家摩擦一下就是试一下。第八件呢就是这一件卡其色的大衣，这件大衣呢它就是一个那种稍微偏可爱一点的风格，因为之前有跟大家分享成熟一点气质一点的那种大衣嘛，这件衣服呢它就是那种可爱学院风的大衣，它后面呢是有一个这种大大的帽子，就有点像那种斗篷的感觉，然后呢它前面的话就是一个这种牛角扣的设计，是这个样子的，还有这种扣子。这件衣服它这个面料的话其实还是比较舒服的，我觉得它这个质量还可以，价钱的话好像也是一两百块钱吧，穿在身上大家就可以在里面搭配格裙啊或者是那种白色的衬衫也还挺好看的。这件衣服呢它就是会有一点宽松，你穿着的话我觉得我自己相机拍出来没有上身，就是没有现实中看那么好看，它就是相机中拍不出它的那种好看来。就这件衣服它其实还是挺好看的，也是比较百搭的一件衣服，这个颜色的话就是那种卡其色吧，比较浅一点的那种卡其色。第九件呢就是这一件人字纹的大衣，这件大衣的话其实我还挺喜欢它的这个样式和它的款式的，它穿在身上就是一个直筒版型，所以说你看我的上身图可以看出来它这个地方是有稍微有一点点阔的，但是阔起来也不会特别的明显，就你可以带一个围巾给它压一下。这件衣服呢它就是比较厚实的这种面料，因为它里面呢是夹棉的款式嘛，这件衣服其实是比较便宜的，我才花了一百多块钱，就是总体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质量还是挺不错的，就我后期不知道它起不起球，因为这件衣服我穿的也比较少，就目前为止还是没有起球的。第十件呢就是我昨天收到的一件大衣，我要跟大家排来的一个衣服，因为我之前收到了不太喜欢的不太合适的我都退回去了，就这件衣服我刚好拿到手就跟大家讲一下。这衣服大家可以看我的上身图就能看出来真的很没有质感，它底下就是那种很翘啊，反正就看起来就很没有质感，很廉价的感觉。然后它这个面料的话也是不太舒服的，因为它价钱的话也是一百多，所以说如果大家有看上这件衣服的话就千万不要去，真的不太好看，也没有质感的一件衣服。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一期大衣的合集视频，这些大衣呢它其实有稍微平价一点的，也有稍微贵价一点的，大家就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选择，然后大家也是要理智的种草。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视频呢就希望能够关注我并帮我点